现在请看三段对打套路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三段对打套路分解教学。请看三段对打套路动作要点提示。甲上步穿掌，乙退步合掌。甲穿掌快速，乙防守准确。甲马步反插掌，乙脚手压臂。甲向乙腹部反插掌，乙脚手压臂连贯准确有力。三段拆招，首先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三段拆招动作。拿肘别臂拆招，雕腕托肘拿臂拆招，拿腕压肘拆招，现在进行三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拿肘别臂拆招，乙上步顶肘，甲右手抓肘，左手拿腕，掰肘别臂。雕腕托肘拿臂拆招，乙上步冲拳，甲右手雕腕，左手托肘，拧腕上托，旋右臂拿肘，拿腕压肘拆招，乙上步右抢手，
甲上部合掌扣压，右拿腕别肘。